它就是这么，也就是这么大的，哎。来，回来。没聊彩吗？哪一个？干啥这个？不动。不是，我知道，我是聊彩的，你想聊是吧？这是老板啊，这半杆子得多钱？半杆子。进口了2万多，啊？进口了2万多。忘开了。媳妇，这是吹牛皮的。是，你快去。训练出来了，能骑了就卖了。嗯，不动。牛耳朵。这长一般多长时间？啊，这长一般的光骑啊，在山上光骑是也不怎么长。要不骑？嗯，要不骑要公路。在这儿我记住，有很多年了。小孩没事，把视频刷就没事，太高了不行。啊，156倍相信有，我操，怕了。他装了就怕了，跟这样装了就没事。对，绳子倒走了，对，啊，可以，干嘛？两万啊！不动。小100多斤的不行，还没着用，倒车走了。你要跳的，我找着几条小鱼，你前儿来好呗。我头早交给你良心，能吧？这羊下张气，交了我这羊。啥子羊？现在不吃了。Hello.
脱靴了。这这么掉脸儿的毛片儿。监狱。406十个月呗。又动静呗，看了吧？又动静。你跑到他后头去了。吃完饭，好，放回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用了，放了。师傅说脚尖着地了，肯定是个坏事。脚尖着地，应该是坏了，切开看。反正走道走不了，寸步难行吧。别不动。看了吧，这是有毛病。我的那窟窿呢？一个窟窿，看了吧，是吧？这块这上看了。有水了。有动静呗，看了吧？没有动静，人没动静，这看了吧？这是灰的，看了吧？又不灰啊？它里头拉。别动。他到不了啊，他这，喷点药啊，这个正药正药不正药不得，我得有就替胎，药不得，接着切吧，是不？这劲儿不大，用一喷啊。这不出来了，看了吧？他就上去了，他就开始接着灰，接着灰，你看到吧？灰这条看到吧？看到吧？这两回一看抽出来是吧？看到吧？你瞅瞅瞅来了吗？你他这，啊，这根儿这根儿是灰的，看到吧？耶！看来吧，这有点这脏手艺还要出来了。有人多了，有人叫你就快过来了。你这标准是吧？你怎么没进来？少来了。疼的疼。废了，这应该该出乱了，妈的，关了。你看了吧，嘴应该都。媳妇。哟，不动，把推住了。起来了。是丢丢回来。那裤子就不着实了。哟，不走，回来。你快笑死我！吓人一跳！你扎针，别扎500块钱针也好不了。吃点儿。光是起来疼了，疼啊！这是卷了一圈。嗯。行了，不动。
下个会这脚上一千吗？千不了一会儿。哟，哟，鱼啊，好嘞，鱼啊，鱼，鱼，咱们看昨天这看了吧？这昨天干昨天的看了吧？啊？那昨天干昨天的会的会。